哎，欢迎收看 Justin 接线的实验分子，我是阿星。荧幕外面你们看不到，现在现场来了很多粉丝来，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宾真的不得了，大咖的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欢迎小春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春。春哥，终于来实验分子了。你知道我喜欢球鞋，现在才找。我跟你不是，春哥从美国刚回来，去巡演是不是？对。因为你蛮特别的，巡演路上是开车，一个风景要看很久，要看七八个小时。而且他那个风景是全部都长一样。你们三个是谁先睡着？应该是我，十分钟我就可以睡着。都好睡。对。那大元在干嘛？大元吃东西。我睡着了，我不知道、啊。你不知道？对对对对对。也是哈、哦。那么多城市，你印象最深刻是哪一个？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不错。他们看表演的享受的那个过程，其实每一个城市都不太一样。是。都很当地的感觉，他们会有一个习惯，他们知道怎么 party。我们知道就是长途旅行下来，行李箱就很重要。通常我们出远门会怎样带泡面？泡面是一定要带，带泡面。衣服嘞？哦，衣服这个真的是很难整理。你要去那么多城市，它有热的，有冷的，所以我几乎都会就是一件大外套，一定要 GoTase 哦，不然一定要 GoTase 哦，不然下雪怎么办？哦，那什么随身你一定会带？手表一定要带，一定要带，这么不然会。不知道时间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表演的时候我会觉得手头那么轻，对，我说是一个习惯，对对。鞋子的部分，我跟你讲，严重啊，各位，我们的邪恶分子就是聊球鞋，因为我们知道春哥他就是饶舌界的大鞋童，因为春哥在 IG 上都会分享他那个穿搭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你常常穿的 Easy Boost 350初代，不管怎么穿，你穿短裤穿长裤都很好搭，可是我已经穿到快快掉了，对。在出国训练期间，你选鞋子的标准？你看嘛，像帽子一定有时候会反光嘛。鞋子如果有反光的话，也更好。哎，三五也会反光嘛，对不对？有，它有一双那个什么满天星哦，它有两双嘛。对，一双是全部都是会亮的，一双只有鞋带。最近有关注哪一双鞋子？你要看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这双，就是这双，Nike Jogger。那一开始初代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有关注了。他一月就有发了、欸。哎呦，看我们全新的。我不是看你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要说要说看看你们的。对对 对，因为春哥很常在一些夜店或者是小巨蛋表演，需要一些反光的东西，让舞台上更多可能性嘛。因为拍照嘛，拍下去它就会整个亮起来。这样去夜店啊，出远门，穿这双鞋。同时呢，怎么样？帅气潮流之余呢，又不失安全性。你是一个饶舌歌手，你也是一个爸爸，多种身份，跟这个一样。他白天跟夜晚会两种不同的身份，知道了吧？不知道了吧？我懂你意思啊，你懂我意思，我懂你意思。晚上的时候他去派对的时候，不会让你找不到的。对，没错，看鞋子对吧？对，王大人在台湾的时候，他去他们旗舰店办一个活动，他就是穿这双鞋。我可以大胆断定说，就是有品味的人，就会穿这双鞋。有品味的人就会穿这双鞋，很多层次给它堆起，异材质拼接。这个东西你一摸就知道，内行就知道是 Supreme 御用的一个材质。这个叫 Dimension Point， 哦，它是格纹的，它是用四层的一个，我知道纤维给它堆起来这样。我好像有一个包包是这样，基本上它就具备一个透气性啊，好不好？轻量化，再加上它鞋头这边，哇，编织鞋面。这边有一个点点，上它是摩斯密码，它解读出来了就是 speed of night， 暗夜光速的意思。不是啊，它那么多密码又不能刷 QR code。这双鞋底也蛮酷的 ，Oreo。对啊 ，Oreo。还有个地方没看到，对啊，100%Boost。而且讲到 Nike Jogger， 它其实穿搭特性非常好，就是出门的话，直接穿艾迪达运动裤，就是它会修，它会修你的腿型。哦，版型好，对对。你会看起来你的脚很长，我觉得这双短裤应该穿起来会很好。赞哦。对，你上半身不用管也没差，不要穿没关系哦，还是要穿，还是不穿也好看。哎呦，坏坏哦，春哥坏坏哦。他也出了女鞋，女生就是可可爱爱，男生就是比较霸气。现在女生反正就是穿去拍拍照，穿去拍拍照。没有运动啊，就进去拍照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会，我也会啊，大家都会，大家都会嘛。拿到一双新的鞋子，你当然就是要秀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怕我女朋友看到这一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她看到这么好看的鞋子，她会凹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所有广大的男性，不要冲动。如果你男朋友买了一双像这样的鞋子，记得要凹他，再买一双。完蛋了，完蛋！哎、欸，不要乱，我们要做 ending 了，不要再讲，不要再讲，我怕我会被凹爆。要疼啊！
要疼啦，是没错，多买一双没差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差那个钱。好了好了，春哥付钱，春哥付钱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春哥来鞋粉丝担任嘉宾，非常感谢他这样子。那我们家鞋粉丝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这一集如果没有看完的话，就是不给我们春哥面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一集应该是我单飞以来讲过最多话的。真的，春哥今天心情特别好。我讲有我就是点阅率，水哎呦对了，好记得订阅 Justin， 还有分享，还有留言，好不好？